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现在我们看到法华玄义，在还没开始上课之前呢，这个天台学哈，它为什么大而难学呢？第一个，它是由啊印度佛教转换为中国佛教的一个分水岭关卡哈，是天台宗。那么你说在天台宗之前有没有形成其他中国佛教的其他宗派？也有的哈，在魏晋南北朝有所谓的六家七宗，不过那是围绕着般若经而开展的，而那时候般若经的翻译不尽完全，而且在讲说般若经的时候呢，又混合着玄学而说啊，玄学就是这个老子、庄子，还有呢《易经》啊，称为三玄，然后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诠释和特殊的解释。而格义佛教也是从这时候发生。那天台宗呢，是彻彻底底的将这些过去的传到中国来的佛法再一次的重新消化、吸收、整理、分门别类，而完整的衔接上那天台宗啊。那所以他对于各个经律论有独特独到的解释方式啊，独特而独到的解释方式。那么一个宗派他要成宗，一定啊有他不共于其他宗派的止观法门，还有对于经律论的解释啊，尤其是对于戒律的重视啊，尤其是对于戒律的重视。那么我今天在备课的时候读到以前能海上师他所写的律海十门啊，他这里面有说，在过去的七佛啊，像是毗婆尸佛、湿气佛、拘留孙佛、迦摄佛，为什么他们能够正法久住啊？因为虽然他们广说经论，但是有自戒、说戒，还有戒律的施行啊，所以这个经论佛法能够久住。因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哦。好，但接下来的居那含摩尼佛和啊毗舍啊，这个过去七佛是哪七佛呢？啊，请大家看一下啊，七佛
这七佛呢，它有毗婆尸佛、湿气佛、啊、毗舍浮佛、啊、拘留孙佛、啊、这四尊佛都有自戒说戒，所以他教法能够持续。但是在居那含摩尼佛和那个什么居那含摩尼佛和毗舍佛是所谓的毗舍浮佛，他并没有自戒，不广说经法，也未结界说戒，所以这二尊佛一旦入灭之后，没有经律的摄持啊，正法就立刻毁灭了。所以能够使令正法久住的原因，除了有讲经啊、有经论的流传，还有自戒、说戒、弘戒，另外最主要是还有啊，自戒，对于戒律奉行的人、讲说的人啊，这很重要的啊。那在天台呢，也是如此，对于戒律的看法啊、经论各方面，他都有独特的解说方式。好。这个说完了，我们看他这里为乐他故有圣说法，为自乐故名圣默然，默然则不异他。这里啊，科是料简，料简然后有问答。现在就是要想自乐或乐他，就是自利或利他。有人这样子问，怎么问呢？是不是啊？为了利益众生才说法，说法啊，甚说法。那么呢，自己得到利益，那是叫圣默然。所以我们还是得要说到，像这里哈，给大家说一下哈，自乐和乐他。这里说的自乐是什么？圣默然。那乐要他就是圣说法，是不是这个样子啊？这里的自乐就是自利了，只要利益自己啊。要他呢，就是利益他人。好，那智者大师回应，然后说默然则不异他，他回答，然后现在回答正位自要旁异异他，他说这个是啊，有分正和旁的原因啊，像自利。自乐，这里可不可以利益他人？可以啊，但是呢，主角是啊，什么是正？就是这个主要的
主要是利益自己。那还有所谓的旁是利益他人，不能把它一分为二，说圣默兰只有利益自己，这样说法不对。那么就利益他人来说，他这里的正主要呢利益他人，那次要呢就是旁哦，像利益自己，像我要讲课给诸位听，我要自己去准备，诸位听了以后得到反省和回想，这个是利他。但是呢，在准备的同时也是利益自己，这是圣说法部分。那圣默兰例如说禅定是完全是看起来啊，外向看起来是自立的，但是可不可以依着修行，自己的修行来度化众生呢？可以依修行来度众生，四周的众生看你这样对于戒律的坚持，或是对于静坐的这个持续，他内心生出感动和法喜，会被你摄受。但是最主要的是禅定或持戒是利益自己啊，和一个是正，一个是旁啊，是吧？所以正位自乐，旁意益他。好，这个说完。若人厌闻，不好言语，未曰是人，故圣默兰。这都很容易知道。厌闻的意思是什么？是讨厌吗？哦，不是哈。有些部分的众生不适合语言文字的学习啊，所以称为厌闻不好言语。但是呢，要能够利益这样的众生，所以称为为悦世人，那就要佛或圣者就是要随顺众生的根性而默然不语，这样能利益他。这样可以能够利益他，所以才圣默然。就像律中律上有说，为了什么服他故受供，福是什么？给予福报，使令众生得到福报。所以呢，佛菩萨圣者或是阿罗汉比丘才受供养。其实阿罗汉比丘或佛，他可不可以天人来送食或是天人供养？可以，但是这样能利益的众生少。那么我们接受在家居士的供养，是令众生能够得到福田啊，不不，讲错了，得到福报啊。因为呢，出家修行这是一个福田，那福田需要在家居士来播种耕种啊，得到福报。所以从某个角度上面来说，如果你是有修行的比丘，
道理上不能拒绝在家居士来供养，要让众生得到福报。但是我们常常会谦虚，觉得出家二十年，烦恼贪嗔痴啊，也没有调伏多少，接受居士们的供养，未免心中有愧。由这个观点，所以禅宗的祖师们呢，就一日不坐，一日不食，啊，自耕自食，自修自得其乐啊。好，好，如律宗如律宗为扶他故受供，圣则默然。这是为人希谈呐、啊，这是为人希谈。所以说，为了使众生得到福报，所以这是四希谈中的什么？各个为人希谈。还记不记得四希谈的语义啊？好，在底下如写比丘对破马明，这个必须说到。以前马明尊者，马明菩萨，他还没有啊，在进入佛教的时候，他跟邪尊者来辩论，但是也是为了要利益他，所以说邪尊者默然，这默然说法。哦，是这个，是这个意思。默然不语，才能加以折服。对有些人呢，你再多的解释，他反而呢，抓住这个话柄，不断的起烦恼。像这样的人，你要折服他，或者是利益他，你就必须圣默然。那默然也是一种说法。那在《法华玄义释前》里面就有说到，马明菩萨和邪尊者之间的这个什么因缘，我们看这个释前，他说邪尊者对破马明者，相传啊，这传世云呐、啊。马明未有大信之时，来自邪比丘所，自立中于有言者屈，斩首以谢。比丘便默。马明久久，乃至于比丘与我有屈，故默不言。比丘犹默。于是马明便出其门，自思为曰：本我立默，彼竟不言，而我有言，乃成我屈。却至比丘所，求至斩首。啊，这是这样一个公案。他这里的传应该是《富法藏因缘传》啊，《富法藏因缘传》里面有那这个故事啊。大家就自己去读了哈。那像他这里说的啊，如律宗所说，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律是出自于什么《萨婆多论》啊等等。好，《富法藏因缘传》里面有邪尊者和马明菩萨的故事啊，用默然不语啊，邪尊者用默然不语才能折服马明菩萨，这是对治西谈，这是对治西谈，所以用默然。如佛结加正念，身心不动，令无量人
得悟道基，是故默然。那这样子的是什么样的希谈呢？这是第一义希谈，因为正念身心如如不动。所以说，光是圣说法、圣默然，都可以包含四希谈义啊。好，这边做一个，就是圣说法，圣说法呢，可包含四希谈义。圣默然也可以包含四希谈义。好，这两个都有了，再来。所以利益一切，可以利益一切众生啊！圣说法，圣默然。不论是自利或是利他，都可以利益一切众生。前面那你怎么说，默然圣默然就不利益众生了呢？那这样是有问题的。啊，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圣说法。啊，找不到，圣默然。也没有，圣默然这个默然呢，在《维摩诘经》里面说入不二法门品啊，这《维摩诘经》最能体现圣说法和圣默然的这个缘起啊。好，像在这里，文殊师利问维摩诘：“我等各自说矣，仁者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时维摩默然无言。文殊师利叹曰：“善哉，善哉，乃至无有言语文字，是真入不二法门。”照曰，照应该是生照和注解哈。他说：“上诸菩萨错言于法相，文殊有言于无言，净明无言于无言。此三明中虽同，而亦有深浅。”啊，这个是圣默然哈。圣默然也是在说法，可以自利，可以利他。圣说法。也可以利他，也可以自利啊，然后都可以被四希谈所摄。好，这一段给诸位介绍完了，再来。问：论云四希谈摄八万四千法藏，其相云何？就是四希谈义啊，可以将八万四千法藏都摄持住，像十二部经全部摄持，这就大智度论中说的啊。其相如何？这个相是指什么意思啊？其相如何是表现在外的这个形象吗？是不是？这个相应该是说，以内容来说，内涵是什么了？不是表现在外的形象，相状啊，相状包含它的内容内涵啊。格雷少侠，好，其相如何？好，我喝一口水润一下。答：
贤杰经云：从佛出发心去，乃至分舍利，凡350法门，一一门各有六度和2100度，用四度对破四分烦恼，合成8400，约一变为十，合84000。现在他是解释84000法门是怎么来的。从佛出发心去，乃至分舍利，这个意思是说什么？从佛出发心，现在我们是要解释84000法门是怎么样计算来的哈。从佛出发心，这意思是说，从佛当初这个什么，出发心，这里应该指的是从佛出发心。等一下，我想想看，这里的出发心应该是指。我刚刚记得，突然忘记了哈。出发心，出发心的意思，刚发起无上自求无上正等正觉菩提的心啊，出发心。然后到佛呢，圆寂之后，圆寂，然后呢？啊，分舍利，就各国啊，要迎请佛的舍利回去供奉的时候，所以叫分舍利。那出自《贤杰经》哈，《贤杰经》，我们给诸位看一下，《贤杰经》。贤杰经是出自于哪里啊？找不到，《大正藏》第14册。大正第14经籍部啊，《贤杰经》啊，在这里。他也没有说《贤杰经》12C-13A。哦，在这里，至84000诸三昧门等等，啊，84000。诸种持门体解众生遍入诸行，即待无上正真之道成罪正觉。这贤杰经说很多，那我们就不多说了。从出发心去，乃至分舍利。这个分舍利，我刚刚说的是。说是佛啊，这个圆寂，这个苏荣坤老居士没有解释，出发心去乃至分舍利，凡350门，好，
我直接说下来哈，凡350门，然后呢，一门各有六度，所以六乘以350等于多少？2100度。用四度对破四分烦恼，这四分烦恼呢，指的是贪、淫、怒、痴，分这四个。所以2100度除以四，乘以四，啊，84000，它对破这四分烦恼，讲错了，四乘以2100是8400，啊，8400。他说个别又有十事，所以称为84000，这是这样来的。约一变成十，啊，84000。至于说一变成十怎么变的，约一变为十和84000，这个就要去看贤劫经了。这要去看贤劫经啊，这84000是这样来的，好，可以吗？所以现在是第一个，从佛出发心，佛出发心到这个什么分舍利，然后说有三百五十的什么？来，诸位，350法门，我们把它解通来哈。什么是350法门？350法门，好，这是84000。来，请看84000法门是怎么算的？关掉。这个隋代的慧远大师说，诸佛菩萨普度众生有350个法门，每一个法门里面各具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六度啊，智慧等六度。这350个应该是一个数目啊，含摄周天300，不应该周一个周天365啊。他怎么会说350？等一下我们再说哈。共成2100度法门，每一个法门都当中都能调伏众生的四大六尘，这样四大跟六尘加起来是什么十啊？所以一变为十啊。那又有所谓的四种毛病。贪、淫、怒、痴四个，所以加起来84000。哦，可以吗？是这84000是这样来的。所以刚刚一变为十，那每一个法门当中能调伏众生的四大和六尘，所以这叫十个。那350法门，那我们看。350，他这只有，没说。那我们这个可以了吗？350法门，现在就是要找这350法门是什么。佛德具有350种行门啊，
在贤结经第二品啊，佛德具有350种行门啊，350种行门，所以这个是这一段他从贤结经上来的啊，350种行门。好，关于八万四千法门中的350度是什么意思？来，我们看，关闭，是诸佛有350种功德啊。那这是哪一些是350种功德？那就不等于无极了，这就不做说明，不再多做说明了。所以这是350种功德啊，诸佛三百，如果要找下去的话，350功德，这一定都可以找得出来的哈。在这里，贤结经曰：佛出发自分舍利，凡有350度。啊，他也只是这样说，就是佛有350种功德啊。好，我们就说到这，再接下来。好，和一变为十，这都讲过。若作八万四千法藏名，是世界悉檀所设。好，八万四千种法门，全部都是世界悉檀所设持住。好，这法藏名，法藏名是什么意思？的法藏，这个一共八万四千种方法度化众生的方法，所以法藏法门，这是八万四千种法门呢，含藏，那就是法藏之名。这是世界悉檀。好，另外对于众生来说，有八万四千种法门对治众生的八万四千种烦恼，所以尘劳是烦恼，所以是为人悉檀啊，为人悉檀，所以八万四千可以说是对治众生种种的八万四千种烦恼，所以用八万四千种法藏，还有八万四千三昧、八万四千陀罗尼门、亦如是，都可以对治众生的八万四千种烦恼。啊，这是对治悉檀所摄持的。啊，如果说再从八万四千诸波罗蜜，因为这里面含有六度啊，八万四千度无极。所谓度无极是指什么意思啊？无极指的是什么？波罗蜜啊，度呢？我们说六波罗蜜是，应该是完整的说是。啊，像大智度论是摩诃啊，是大智呢，般若啊，摩诃般若波罗蜜呢啊，到彼岸，所以是度啊，度到彼岸，大智度无极的意思是什么？来，
大家知不知道无极的意思？无极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波罗蜜翻译成度无极，看到没有？在法华玄义之前，在晋汉宋易经的时候，翻波罗蜜为度无极，所以说六波罗蜜，八万四千种波罗蜜，这是第一义悉檀。好，又一说佛第三百五十法门，一一门有十善和三千五百善，至四分，四分就是指四种烦恼，则一万四千，又至六根，即八万四千。所以四加六等于十，十乘以多少？它这个是应该怎么？三千五百乘以十，乘以十应该是什么？三万五千才对啊！对啊，讲错了。三百五十乘以十是三千五百，三千五百乘以四是三千五十乘以四，对，一万四千。一万四千，它再乘以六，它是这样来算的，所以八万四千种烦恼，必须有八万四千种法门，啊，里面包含了六度啊十善，来对治啊。好，所以这个《法华玄义四千》第三卷啊，我们结束哈，再来。看到《法华玄义四千》第四卷，所以刚刚以上是讲八万四千种法门之由来啊。八万四千种法门之由，现在要解说什么叫做得用不得用。什么是得用，什么是不得用呢？我给大家说明，得用啊，不得用，智者大师他分析啊，不论凡夫外道，或者是呢我们愿意修行的内道的众生啊，用藏通别圆化法四教啊，还有四悉檀意啊，所能够利益到他们的层次来说啊，能了解四悉檀而且能自度者，称为德啊。所以这里能了解这聊错了，能了解四悉檀意，而能自度。这个我们称之为什么？德。那么用是什么意思啊？以前之德，前之德，以此度人。称之为用，所以得和用是这个意思，不得用就是反过来了。
但是这里德汉用呢，还有分几个层次，一个是啊有德啊无用，还有一种是呢不得啊不用。那么只有佛是有德有用，有没有说是无德而有用啊？啊，有没有这回事呢？啊，德用不同啊，有四句啊，德而不用，不德而用，亦德亦用，这个是。这是料简有四句啊，啊不得，所以还有一个不得有用。好，先讲到这，大家思考一下，什么是得，什么是用？好，再来，啊，以这个。德啊，和这个用而分别四句料简，德和用，好，可以吗？这个四句料简在我们中国佛教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到哈。那哪些是分为四句呢？四句我们可以说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对不对？那这样来说明这四句料简。好，可以不可以再说的详细一点，德和用，找不到德和用，好，可以吗？德和用，我知道你是看四千德，他说七德用不得用者，德为自证，用利他。对，所以这样子四句来说没有什么问题，没有证的人也没有不用他可以，但有证不用也可以。对，没有证的人来用，也一个就来利他也是可以，那一德一用都不用。不过这里讲的德和用，我觉得是还可以再深入一点的。不过这个湛蓝大师这样解释，我们就随顺的这样说好了。而且再说这个德和用还要跟随着上文啊，根据四悉檀意啊，还有是修正然后所得的功德，这样来说，像我们在讲经说法，其实这都是经论中的境界。那个我们自己有没有证道，说不定有一点体会，但是体会甚微。那你说要有证道，那根本是没有。但是我们可以了解，为人讲说解说。这就是在利他，这是用，所以说是不得而用，对不对？那有德有用，那当然是佛菩萨的境界了。
有德不用也可以啊，自证而不利他啊，不得不用是凡夫啊，啊，所以四悉檀以这个德用四个来用四悉檀做分别，独有如来究竟具德，唯能妙用，这是属于四悉檀中的哪一个悉檀啊？哪一个悉檀？这个四悉檀可以来这个解释四个德用不得用啊。我们姑且这样来说，德与用兼备，这是什么？第一义悉檀。好，四句啊，不得不用，得而不用，不得而用，亦得亦用，这四个。那佛呢？四悉檀全部具有，不管是世界悉檀、为人悉檀、对治悉檀、第一义悉檀，而且佛能够德用兼备。好，底下外道凡夫外道苦集流转，尚不能知四悉檀名字，谁论其德？啊？问号。既其不得，云何能用也？啊，所以外道是什么？不得不用，既没有德，也不能用，啊，可以吗？那么三藏教二圣众生，殷勤自行，就是很精进的自己修行。知苦断集，修道正灭，入真入圣人位，是德有德，但不度众生，故不能用，所以是有德不用。好，可以吗？假令用者猜机不当，故近民喝满怨云：不知人根，不应说法。无以慧识至于宝器，满愿指的是谁呢？富楼那尊者。这在《维摩诘经》里面有。《维摩诘经》喝则富楼那尊者。我们知道富楼那尊者是说法第一，但是在《维摩诘经》里面，他被喝则，被维摩诘居士何者，不知人根，不应说法。也就是说，你所证的只有你自己知，但是你不知道众生的根性啊。那你还是以你所证的、所知的这一套来适应一切众生吗？他说：“这是慧识至于宝器。”我们看一下《维摩诘经》。讲完这一段，我要休息一下，那感觉头有点晕晕的。《维摩诘经》是在哪一部分？大正藏的哪一部？经籍部，对不对？对，佛《维摩诘所说经》。应该是在方便品，是不是方便品？我们找一下这个维摩诘居士何者富楼那尊者的条文。须菩提，有了，佛告富楼那弥多罗尼子，这里啊，对应到法华玄义。净明喝满愿，这里哈，可不可以？满愿是指富楼那吧？富楼那，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对，又称满慈子、
满柱子，满院子，满是其名，慈是母姓，从母得名，从母姓哈、哦，他是净饭王国师之子，是婆罗门种，婆罗门种姓，所以他被这个维摩诘居士所呵责，哪里呵责呢？所以者何？意念我习于大林中，在一树下为诸新学比丘说法，时维摩诘来为我言：“喂，富罗那，先当入定观此人心，然后说法。吾以慧识至于宝器，当知是比丘心之所念。吾以琉璃同比水晶，汝不能知众生根源，吾得发起小圣法，彼至无疮，勿伤之也。欲行大道，莫视小径。吾以大海内于牛基，吾以日光等比萤火富罗那，此比丘久发大圣心，终忘其意，如何以小圣法而教导之？我观小圣智慧为浅，犹如盲人不能分别一切众生根之利钝。这个就是说啊，维摩诘居士何则富罗那尊者，你不知众生之根性，你只有以你所知的然后来度众生，这是会有问题的。那他这个富罗那尊者被维摩诘居士训诫以后，他觉得哦，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探问维摩诘居士的病啊。这个说明了一点，声闻的智慧功德不如啊大圣的这个菩萨圣者。我们度众生真的是，老实说，我们只能以我们所会的这些来度我们跟我们相应有缘的。你说要广学多闻，甚至呢经论教理兼通，甚至要有神通来度众生，那有时候是困难的事情。好，所以这一段他就是在说明了啊，富罗那净明和满愿，无以慧识至于宝器。好吧，我们休息五分钟，我们继续往下看。哎，请说。贪淫怒痴，怒不是嗔啊？哎，不是。四心烦有关系吗？啊？这个十分烦恼是跟四心烦有关系吗？但这个跟烦恼贪嗔痴慢疑，或者贪嗔痴三毒五毒有什么关系？你说跟四心烦啊？没有，他这个是这样哈。佛有350种功德，对不对？然后呢，每一个功德又能够具有什么？刚刚我们不是有讲过，每一个功德一门中都有六度的功德，这样就2100度。然后用这2100度，然后呢对应到四分烦恼，四分烦恼就是我们说的贪淫怒痴四种啊。那总共要多少的法门来对治这四种烦恼呢？
啊，每一种都2100度，对不对？乘以四，就变成8400烦恼，不，8400度的法门呐、啊。还有一变为十，我们刚刚说的，就面对我们的什么？一变为十。六加四等于十。我们刚刚说的六是指什么？不是，讲错。六乘四是指什么？啊？四大，对不对？哦，这回给诸位写一下。四大和六乘，这个就变十，对不对？这是由一啊变成十。上面的四种烦恼是哪四种？贪、淫、怒、痴啊，那你也可以把这个怒叫做什么？我觉得应该嗔没问题啊，贪、嗔、痴、淫。但是这个淫其实是出自于贪烦恼啊。哦，它为什么会特别别立？应该有它的特别道理啊。应该这是指凡夫而言，凡夫最大的烦恼是什么？最大最深重的就是这个淫欲啊。淫怎么写？人字啊，这个有分男女啊，男男、女女。有的是还有人和什么非人，可不可以？所以这个是凡夫最大的烦恼，怎么调伏它？先修不净，再进修无常。我从不净观之中可以修到无常和无我，所以他是可以将这个心念转换。我相信每一个能够出家坚持很久的出家人，不净观一定有修过，不然你很难坚持。淫欲这个事情真的调伏很难很难，不容易，极为困难。尤其我们不说这些，这个都会有恶根和慧的问题，这个算是粗的。那如果是自淫，要能够这个什么调伏啊，这个就更困难。自淫知道吧？不用讲那么清楚。男男女女都会自淫，这个你不调伏，道业不能成就。那能调伏的方法是什么？不净观，还有常常礼拜、发露、忏悔，
我们是从卢富楼那九旬化外道，反被嗤笑。文书赞助，师徒皆服。此事，哦，此事不知要欲，不能用世界西谈也。哦，他是讲这个世界西谈的重心啊，重点。什么是世界西谈呢？他以前讲过，使令众生发起善根，而想修行。但是是一世间的善法，而又不同于很世俗的一般世间善法，是说能够发起佛法善根的这样的善法，才称为世界西谈。这里一个典故，他说如果不善于用世界西谈，像富楼那九旬化外道，反被耻笑。九旬化外道，反被耻笑。那至于说这个典故出自于哪里？应该是也是《净明经》啊，就是《维摩诘经》啊。好，这是不能用世界西谈。我富楼那九旬化外道这个典故，我找一下啊，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九旬不过我听说在终南山啊，秦岭一带很多有修有证的中国佛教的法师都在那边隐居住茅棚啊，都在那边隐居。像我认识的中国大陆的法师都是很认真愿意修行的，所以都不能一概而论。不过像南京上海一带的风气呢，真的是值得期待啊。其他就应该还好。来，九旬化外道，是出自于哪里？啊，他这个都是讲的是《法华玄义》的。嗯，我看一下，这个。我就先这样说吧。九旬化外道啊，讲的是富楼那尊者啊，被耻笑在《维摩诘经》里头啊。文殊赞助，师徒皆服。很想把这个典故找出来。富楼那尊者有九年在外度化，当他在度化外道的时候备受讥笑，为此文殊师利菩萨才代替富楼那尊者去化度外道，终于使得所有外道师徒全部皈依佛门。就这个方式来说，不能随便众生的要欲，自不能有效的适用世界西谈。也就是说，必须要知道众生的根基啊，才能引发他们的善根，否则没有办法。那么还有，舍利弗尊者在教导金狮子和婉仪子两弟子时，不能引发弟子的善根而增加邪见。这里面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金狮子是指呢。
他这个弟子啊，是做打铁的铁匠，而晚衣子呢，是做这个洗衣服的，或者是使衣服洁净的工人。晚衣啊，洗衣服。他教导他们的方法错了。他教铁匠用的是什么？不净观。教这个晚衣的弟子呢，用的是数息观，这都善根不发。后来佛将这两个人的方法调整过来。铁匠教他用数息观，晚衣的弟子呢教他不净观，就一下子两人都得阿罗汉。所以这个是要能善用为人希谈呢。还有在底下五百罗汉为迦斯那说四谛都无利益，佛为说不净观即得破厄，此不能用对治希谈。这里面有一个方式，就是迦斯那是指的谁？迦斯那比丘为他说四谛法，这是在《禅密要法经》里面说的。迦斯那比丘，五百罗汉为迦斯那比丘说四谛，苦集灭道没有利益，但是佛为迦斯那比丘说不净观，就能够断烦恼。所以这个是要针对他的问题啊，所以要对治希谈。我看一下迦斯那比丘，迦斯那。西是哪个西啊？加也错了，加加西是密字旁，他那个是念西嘛，密字旁一个西有的西，找不到。加吃那是吧？有了，迦斯那没有，这些都只是说迦斯那一啊。迦斯那比丘，哦，没关系。迦斯那比丘。都是讲迦斯那，好了，不管他了。那五百罗汉为迦斯那说四谛，他是在《禅密要法经》里头啊，说不净观即为破厄。这对治希谈。再来，如身子不度福真，大衣不治小衣拱手，五百皆不度，佛度即得阿罗汉。这也是出自《咸鱼经》啊。这一段，这一段的典故，那说明身子指的是舍利弗尊者。福真就是呢，有在王舍城有一个长者叫做
福增长者，那100岁所想要出家，那舍利弗尊者说那是没有善根啊，那是100岁了。好，500个阿罗汉比丘都不度，那是观察都没有善根，但是佛只有佛才能度他出家的阿罗汉，100岁啊，在《咸鱼经》里头。啊，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典故啊。咸鱼经，嗯，那这里是什么咸结经啊？我看一下啊，咸鱼经，大正藏。咸鱼经，咸鱼经大正藏第四册，本源部有咸鱼经啊，咸鱼经里面，他的哪一品呢？福增比丘的是施利除提，这里我看看，这边打7年100岁就会出来了，7年100岁。哎。怎么找不到？哦，一个字打错。其有了，福增比丘这里，请看。尔时世尊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就是竹林精舍。有一长者名施利除提，勤言福增，年轻年100岁，闻出家功德如是无量，便自是为。他已经100岁了，他说想要在佛法之中修行出家。然后他的家人都很欢喜，然后他到竹林精舍，然后问朱比丘说：“哎，这个。”世尊在不在？他说不在。他说那谁可以呢？代替世尊，然后请教佛法。他说舍利弗尊者。然后说可不可以让我出家？舍利弗尊者看着老人，他说：“哎，不能学问做禅做事情啊。所以在僧团里面，要么你就能够修行，要么能做事，要么你就。”研究学问，你这三个都不行。他说：“哎，你没法度啊，你年纪太大，不得出家。另外，再问500大阿罗汉，他们都说你不能出家。哦”他说：“舍利弗尊者是我们僧团中智慧第一，他都说不行，那我们都比不过他。那结果呢？世尊。”突然出现了，啊！这位福增尊者就在哭啊，他说：“不能出家，100岁了不能出家。”好，世尊出现，就说：“哎呀，我这个业障很重啊，在佛法之中没有办法出家啊。我这样如果不能出家修道。”那我一定要还家啊，回去家里面，那就被人家耻笑。那我干脆死一死好了，我今定当于此舍命。佛就说：“哦，不用，你可以出家，就帮他剃度，他就证阿罗汉。”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什么？就是阿罗汉的这些功德啊，比不上佛的功德。阿罗汉的世人之名或是断的烦恼这些功德不如佛啊。
所以这个是关于什么西坛方面的呢？那什么西坛？他说这是第一西坛呢。啊，为什么？佛有无量的神通道力，胜过阿罗汉，甚至能找出他过去世的善根。而五百大阿罗汉和舍利弗尊者，即便他智慧低的，也不能找出那么多生多劫以前的善根啊！啊，哦，是这样子的。哦，可以吗？所以最后他就出家，他可以这个只有佛才能度啊，只有佛才能度。所以就是目连尊者说啊，此人年高老茂，诵经坐禅，左助众事，三世稀缺，然佛法王赐死出家，然佛法王啊，就是世尊啊，说他可以出家，理不可为，就给他出家受具足戒。结果呢，他虽然100岁，还是昼夜精勤修习读诵修多罗频阿毗昙通经藏。哦，啊，这个就是后来可以证阿罗汉果，他当时之后还有很多故事啊。那这个咸鱼经很有意思的，那他这年纪大了，他即使证阿罗汉果了，在僧团里面还是被人轻视，因为他不能学问，还有不能做事，不能坐禅。认为他年纪老迈啊，所以从这个咸鱼经看来，不管是多少人，他年纪多大，要让他出家。但是问题就来了，能够使令他出家，只有佛哈，不是我们凡夫比丘。所以这一段呢，这个可以大家好好的看，我再回去好好读一读咸鱼经。哦，这个故事虽然是故事，但是很有意思。在戒律里面是规定60岁只能出家做沙弥，不能受具足戒，70岁不能出家。但是有更多的证据说，有人80岁、100岁都可以出家受具足戒。那是佛剃度的啊，好吧。啊，我想今天我就先说到这，因为我还在鼻塞，鼻音很重。好，下周我们从这个什么“知佛亦然，是名得而不用”这里开始啊。所以我们现在是讲的是得和用。的四种啊，有得无用，不得不用，有得有用和不得有用四个。啊，现在讲的是得而不用，这边可以吗？七名得用不得用这里啊，所以下周我们是从137页开始讲啊。哦，那今天讲很多了。好，有没有问题？啊，记得哈，是137页。如果是《法华玄义研究》，是第126页。啊，126页啊。好。今天就先讲到这，哦，感觉还是有点头晕。好，有没有问题？
好，那向下文常赋予来日。好，请合掌。好，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